新唐人电视原创动画节目再传捷报，汉字动画《悠游自在》与《弟子规》动画《小乾坤》今天分别为台湾摘下西班牙、欧洲影展夏季竞赛最佳动画导演和最佳动画短片两项大奖。《悠游自在》以动画呈现汉字原意，剖析奥妙的演变过哎，程，你们启发看，孩子对甲汉骨字的文喜的爱鸡与长生什命么的关样怀。啊？荣获中华民国哇，小金好钟漂奖亮的后，风陆景续入啊，围十七好个喜国欢。际影展。小乾坤《弟子规》动画以中华正统文化的丰富内涵，再次突破种族和语言的藩篱，到现在共荣获美国、澳洲等共15座国内外大奖。